进了一个僵尸，他特别喜欢吃糖果，他想偷糖果回去，看起来好美味呀。吃完了一个，感觉不够，再来吃一个吧。这个小熊蛋看起来也不错呢。糖果乐园出现了小偷，不可以偷吃糖果，快点走开！不可以，那我就发射子弹啦。僵尸被打败啦！啊，还是我们植物厉害。又出现了一个僵尸，糖果好好吃，我要吃糖果。完蛋啦，我没有子弹，怎么办？哒哒哒哒，不用担心，神话来啦，我来战斗这个僵尸吧。神话张大了嘴，可是一个子弹发射出去，僵尸纹丝不动，这可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这里还有两个子弹，我们发射吧。神话装好了子弹，发射，这一次还是没有用，再来一个子弹。还是对僵尸没有用，僵尸可以吃一个蛋糕啦。蛋糕被吃完了，僵尸还要继续吃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噔噔噔噔，冰西瓜来了，我可不允许僵尸来偷吃糖果，这里是他的子弹，快点发射吧。哇，这一次僵尸被射完了，总算保住了糖果呢。快来看看剩了几个糖果，就剩五个啦，好可怜呀。这个时候又有两个僵尸出现啦，还有糖果，我们要吃糖果，好好吃的糖果呀。我挂上场了，不允许偷吃糖果，太讨厌了。一个僵尸被打败了。这个时候树洞也出现了，这一个僵尸一定要瞬间完成，可真是辛苦呀，都被打败了。植物们开始分享他们的糖果。木瓜说，我喜欢吃小熊的，小熊的糖果被吃完了。神花说，我喜欢吃奶油糖，奶油糖也被吃完了。我要吃一个棒棒糖，棒棒糖吃完了。给树洞一个棒棒糖吧，给冰西瓜一个棒棒糖，嗯，真好吃。糖果都分完了，植物们很开心，僵尸也被打败了。